怎么这么难吃？天哪，我觉得我太意外了。一个冰淇淋八百块。我们现在牛肉有顶级的牛肉，然后也有超商的牛肉。日本的和牛吃不出来，完蛋。哟，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帅，我是珍妮，我们是社畜 Lady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一起中秋节烤肉嘛。那这个是一个花钱好男人特辑。那我们频道呢是一个哲学频道，教大家一起怎么讨论花钱议题，怎么样钱越花越多。那今天呢，因为中秋节就要烤肉了嘛，刚好我们就来品尝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烤牛肉的部分。对，那这边的牛肉呢，当然有便宜有贵的嘛，哈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有吃过便宜跟贵的吗？连猪肉跟牛肉我都吃不出。你是吗？你是吗？鲁鲁你呢？鲁鲁。分不出来高级的肉哎、欸，不是，企划为什么叫他们两个来？那怎么找一个猪牛不分，然后找一个便宜贵分不出来的？好，那珍妮呢？珍妮的印象，有我吃过，你真的觉得会有差？我吃过便宜跟贵的，然后你真的觉得有差？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好，那珍妮是有吃过的，啊，一个猪牛不分，然后一个贵跟便宜分不出来，那我们就来盲测看看，到底是商人的一个陷阱。好，一个包装，还是说贵的真的就比较厉害呢？嗯、那刚好在这边呢，我也来教大家怎么烤肉。烤肉有一个重点哈，烤肉呢一定要把温度调到最高。嗯，因为你温度越低啊，哈，越容易掉掉。温度越高越不容易掉掉，还没有上油啊。他说不用上油，不用上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这个肉的油花就够，所以我们就是靠肉上面的油花把它上去。好，哇，没有汁的。哇，没有汁哎，完了，这个210了。可能是因为是用这种烤的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现在牛肉有顶级的牛肉，然后也有超商的牛肉，不过你都分不出来都没有差的。我觉得猪牛不分的也太离谱了。我觉得这个确定可以烤吗？我们被烤盘雷到了。欢迎烤盘厂商找我们业配。One hour later。可是这样感觉有啊有这个。烤盘很香哎。Two hours later。好。那行。3 hours later， 哎呦，我吃了，一点点吃，哦有，里面比较焦的时候再翻才不会掉掉，这是诀窍。那我们是很善良的公司哈，所以摄影师有一份哈，但摄影师等一下再吃再，好像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我忘记兼摄影师的。那我们是很善良的公司哈，所以摄影师有一份哈。有味好重，可以吃啊！牛肉味好重，要说定的味道。如果这个我打分数的话，大概及格边缘，可能58分吧。我觉得是超商的，差不多。我觉得是超商的，就是、你嘞？你感觉出来吗？好吃。你跟我觉得蛮好吃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煎粉红色这个哈、哦。这个感觉是高级。为什么要找他们两个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们两个是，你知道吗？就吃，哎、欸，我都觉得很好吃。哎、欸，不过这也是这个课题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东西不是贵的就好吃。你知道，有口福的人啊，不是可以吃很多东西或吃很贵的东西，是吃什么东西都很好吃才叫有口福的人。所以两位应该都是有口福的人，不挑嘴，真不错。像这个牛肉真的都不能弄太熟，對啊、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太熟就老。老柴就会不好吃，油花很多，小心滴，油花很多，怎么会这么油？很油，嗯，你吃它，你也觉得很油，嗯，我也觉得很油，对，刚超级，这个就是油花分布比较纤细，对，所以就每一个部位都会咬到油花的感觉，嗯，这一定是日本喝的，我跟你讲挂保证，我是觉得不会不好吃，我们等一下公布答案，油比较多一点，好，所以这两块是不同的部位。所以这两块肉有一块是便宜的，有一块是顶级的，是不是？不能讲，摄影师不愿意。我个人是觉得这两块都是便宜的。哦，珍妮老师说话了，他说这两块都是便宜的。因为这么大块，看起来就不像贵。对，是的。对，有可能是种问题，也是有可能。我觉得不吃牛的人真的好可惜哦。我觉得最好吃的肉就是牛肉，然后有些人不能吃牛肉，我就觉得，人生有点。少了什么？没错。你知道为什么算命说不能吃牛？大家都不知道。因为以前家里
重点。重点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原因是因为你去算命了，然后你算命算命了，然后就说哦，你可以走了，因为你被骗钱。他说算算算算，哦，卢敏，我跟你说，建议你哦，不要吃牛，运势比较好。啊，感谢师傅。命理老师不要揍我。哎，这个考盘其实还算 OK 啦，刚刚有点吓人，啊，而且我们很厉害哦，我们是完全没加调味料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直接吃。所以刚刚你们觉得有那个如果配饭吃，超好吃。我也觉得，对，刚配饭吃是不是就超好吃？好，我们吃这个大块的，哎，这个大块可能比较烫哦，注意一下啊，我帮你注意说。滴到了，它很烫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小心小心！我这样吃完，我觉得前面两个很好吃，我也觉得。要嚼好久。这样我觉得有一点缺点，因为这两块是牛小排部位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但我看它样子是牛小排部位。牛小排部位其实比较不适合烤肉，那种薄片的烤肉比较，哦，对，这种比较适合，嗯，就是那种煎牛煎牛排，对 对。虽然我们现在也像用煎的一样，嗯，对，我比较好一点。哎呦，比较好，下面那块。前面两个还是比较好吃，如果你说这是目前最好吃的，我是觉得前面。我猜哦，上面这一块是澳洲牛，下面这块是美牛。我猜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吃的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。如如，你觉得第四款最好吃？珍妮呢？第二款。珍妮觉得第二款最好吃。第一个。你选第一个。哎，你看，大家都不一样哎，大家都不一样哎，怎么讲？你说你喜欢一。你喜欢四一啊？不是二。我吃起来我是觉得二四比较好吃的。那如果硬要我选的话，就是应该是选二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公布答案。第一个最贵。耶！啊啊！第一个最贵，这都最贵的。就拍几啊？第一个最贵。第一个是 A 五和牛，美国对不对？日本的。日本的 A 五和牛，然后1563。1500，吃不出来，完蛋！好，再来。然后第二个是纽约客，也是 A 五和牛。好，第二个是 A 五和牛啊，也是日本的。好，那有对了，就是日本的没错，但我没想到第一个也是啊。第二个专卖店啊，专卖店，这两个都是专卖店的，怎么第一个这么难吃？天哪，我觉得我太意外了。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也没有到很难吃，民国又跟我觉得第一个很哭腰的表情，比较需要一点盐。嗯，有可能我们都纯吃。他一开始纯吃就有点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第三贵的。第三贵的。对，你们刚好照顺序吃。哦，刚好照顺序吃。第三贵的。我吃廉价的。所以如如你吃廉价的，觉得最好吃哦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、第四个都是全。但是他们不同国家，对不对？好像都是美国的。都是美国，怎么油花感觉那么不一样？一个是双酱，一个是牛小排。哦，上面的是牛小排，下面是双酱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们吃牛排也不用吃很贵嘛，反正也吃不出来。对，下次就知道，你就要换包装，拿那个 A 五和牛，然后包这个片卤卤米。享福，有福气的人哈，就是我说的有福气的人，说这个是1000多块，125克，1500。125克，1500。然后这个是最便宜的是100克163，所以差7倍啦。差7倍，意思说你这个买一盘，这可以买7盘。嗯，对啊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愿意花这个钱？不用吃嘛，不用吃那么多，我可以吃7盘。但是优势，他可以吃便宜的吃7盘。那这你觉得嘞？我觉得还是有差哎，还是有差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像，我觉得第二个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是会比较融在嘴里面，因为我以前吃那个比较贵的日本是那种，我们去日本吃进去就是融化感。融化。但是它又香不油，对啊，这个又油。其实要看状况，如果今天是中秋烤肉的话，那我就会买便宜。啊，反正对，假抽拜嘛。因为那个就是要一个欢乐感。但如果今天你是要一个仪式感，那我就要买贵的。啊，你讲的蛮好。对，就是如果我们是情侣，啊，对对对，要约会，我就舍得花那。好，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自己吃这个烤肉惨痛经验，就是有一次我就吃了某一家，就是已经。就是很落寞的一个品牌的烤肉店，然后一吃，我跟你讲，这肉猛比一个肉，每一种肉，我就是每一种肉都超难吃，我傻眼，超难吃，好像就算了。它唯一一道好吃的是烤牛舌，就是牛舌，牛舌蛮好吃的，我就点牛舌吃吃，再点牛舌，一打开看看，我火都上来，你知道什么？牛舌后面有括号，此为在煮肉，懂吗？它是重煮肉。
所以有时候吃的时候你要记得，就是我个人认为来说，猪肉比较不 OK， 其他的只要你买的是原块的肉，我觉得都是好的。那如果是重组肉，一定又香又好吃，因为它在重组的时候，就它会重新组合它的筋膜啊，重新组合它的口感，重新组合它的调味料，所以一定会比较好吃。但是它是假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吃，还是要吃真实的。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嘛。那我不知道大家在中秋烤肉还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烤的东西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这个各种牛肉给大家做比较。也给大家看，我们这个都是完全真实的反应，对，都没有谁过嘛，没有，没想到你看起来最中二的、最笨的牛猪分不出来的，吃得出最贵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吃觉得很好吃的，结果是很便宜的啊、那也希望这集影片分享给大家，如果中秋烤肉有一些其他想法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我是Gentleman法帅，我是Danny，我是社畜Lady。哎，你放起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刚刚忘记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没有补充到，就是这个比赛就是给大家参考。为什么特别这样讲？是因为我们这是不同国家、不同价位、不同部位，所以比起来本来就没有那么公平。但是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，如果你要中秋烤肉，到底要买哪一种肉？它香到它自己跑上来啊！对啊。